3月18日 TWICE 官方公开了 MOMO 和 EXO 成员开一起跳新曲 Set Me Free 的舞蹈挑战影片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因为服装相似，所以还以为是同一个组合呢。 BLACKPINK 昨日中午抵达台湾，为期两天的演唱会开启。据悉，他们入住了高雄的五星级酒店洲际酒店，有网友称该酒店最高档的总统套房，内部装潢也非常奢华，光是住一个晚上就要25万台币。 BLACKPINK 可为公司带来丰厚的收益，公司也愿意砸钱为成员们提供豪华的住宿环境。 BLACKPINK 在台湾高雄的第一天演唱会圆满结束，期待第二天的演唱会吧。